你能凑沙，剩下就算凑成一个动物园，都可以在成都有关线的地名，到处都能遇到二仙桥、金仙桥。我第一女 rapper。网络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安慕希的招待，奔跑吧一路见证安慕希在美味上的不断创新。安慕希创立10年，不断探索中国各地最真原材料，而这一路做好最好喝最高品质的酸奶。现在又推出了全新的安慕希 AMX 茶白山蓝莓酸奶，你开瓶子就能闻到安慕希蓝莓的香味，减少了50%的无趣味。喝起来顺，清甜的水果味，一点不腻，唤起美味，奔向安慕希，一起美好安慕希。恭喜你们找到游戏地点交子公园，在这里你们要挑战的任务是独步完的文章。在跑步机上跑步1分钟后，用一口气尽可能夺得朗读文章。一旦换气，换下一个人开始1分钟跑步。所有人接力完成一整篇文章的朗读，就可以点亮图腾上的一只神鸟。跑吧，跑吧，跑吧，跑吧。哦，他们要跑步的任务。韩庚在跑，我估计他们是不是要？ 跑到多少里程，然后就可以才能点亮一个今天的这个任务。成都有趣的地名，在成都带动物的地名真的不少。马，这么快，这么快啊，这么快啊！啊！<笑><笑> 太硬核！太陌生了。没事，接着来，接着来。太陌生。场吧，那个。牛市口，牛市街，狮子山，罗马市，牛王庙。 猫猫巷不仅能凑杀，剩下就算凑成一个动物园，都可以在成都有关线的地名，到处都能遇到二仙桥、金仙桥、坐仙桥、望仙桥、电仙桥、侯家神仙都住在桥上，都在桥上。东北住在这，成都还有这些有意思的地名，这些有意思的地名。哇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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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可以分分钟从医蜀到万比，如一品天下二仙桥、三瓦窑、四道街、五朝路、琉璃厂、七家巷、八宝街、九里堤、十里店、百寿路、尖祥街、万年宅，能找到百家姓，比如梁家巷里家多么百家姓。好多呀，还有。你可以的。 白家沟、蔡家坝、曹家、碾城家、燕，还有以历史人物命名的，一听就是有点故事的明蜀王陵、马超路、黄州路、武侯祠旺。从此看到这里，是不是你也觉得这土地名很有意思？觉得这土地名很有意思？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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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差点没过去，我。可以，可以，主要是刚哥这个头打得好，不得不傻一行。 就仰，就仰，站住！让你们看清楚，你知道吗？恭喜你们完成了第一个打卡点任务，顺利接下了第一只神鸟。下一个任务等大家，直接在这个场地之后，就给大家。原路返回，快走！不要让他们追上来。快走，快走！呀，台铃长续航电动车，这是导演组给我准备的交通工具吗？那我就骑上我心爱的台铃长续航电动车，想怎么跑就怎么跑，他们再也别想追上我，我赢了。 快走快走！这是你们的第二组任务地点的线索照片。完成了，他们。我们都没到吗？师傅还有多久啊？2分钟。真的，根据我现在的判断，我试试我今天我们俩能不能追上一个人。最痛苦的就是看见他们在眼皮底下完成任务。 他们已经在跑了，行吧，我看看能不能逮着他们啊！哎呀，啊！哇塞，安慕希！成都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什么文化融合，各地人带来了多食材与方法，见证了各种美食。
美食的诞生，成都著名的创新美食夫妻沸点。最早是由一对姓郭的夫妻发明，这对姓郭的夫妻采用上好的生款牛舌牛心，以牛头皮进行调，他们制作的普遍味道独特，吃起来非常爽口。家里的蒸鱼酱油跟料出的，那家里的文具摆美变成的独有脑袋脑。有希望，你这最后给我留一句就行，给我留个逗号就行。哎呦，我现在就是安慕希，我早知道把它说完了。加油，你可以的。我给你看着，我给你看着，咱多一秒都不好。开始。奔跑吧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安慕希的招待，奔跑吧一路见证安慕希在美味上的不断创新。安慕希。奔跑吧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安慕希的招待，奔跑吧一路见证安慕希在美味上的不断创新。安慕希创立十年，不断探索中国各地制作原材料，而真的做好最好喝最高品质的酸奶。现在又推出了全新的安慕希 AMX 长白山蓝莓酸奶，你开瓶子就能闻到安慕希蓝莓的香味，减少了50%的蔗糖，喝起来是很清甜的水果味，一点不腻，唤起美味奔向安慕希，一起美好安慕希，唤起美味奔向安慕希，一起美好安慕希。这都不用咱俩了，你才是中国第一女 rapper。奔跑吧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安慕希的招待，奔跑吧一路见证安慕希在美味上的不断创新。安慕希创立十年，不断探索中国各地制作原材料，而真正做好最好喝最高品质的酸奶。现在又推出了全新的安慕希 AMX 长白山蓝莓酸奶，你开瓶子就能闻到安慕希蓝莓的香味，减少了50%的蔗糖，喝起来是很清甜的水果味，一点不腻，唤起美味奔向安慕希，一起美好安慕希。恭喜你们这一组完成了这个任务，你们可以领取下一阶段的奖品。我们要快走，要不然他们该追上来了。我们要不要咱把东西拿着走吧？咱走吧，一号。哎呀，那灯亮了，咱导演组也不骗咱们，给灯亮了。加快建设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国际大都市。哇塞，太好了，果然还是安慕希最厉害呀、啊！你先那个啥，跟他们确认一下，他们去哪儿，咱去另一个。对。喂。哎，你们去哪一个图啊？对，两张照片，一个是有一个红色的什么加快中国建设西部的一个，还有一个是围墙和蓝色的一个成都牌。现在先去红色的那个、你们去红色，那我们找蓝色的那个呗。可以可以。金总，咱们这个也不容易啊。家园家园路吗？这是家园什么路？对，但是 baby 说那个，如果那个路就刚好叫家园，就是叫成都有一条叫家园路。行行行。哎呦喂，找到了，太厉害了啊！有个家人真好。师傅，咱们去这个青羊区光华西华家园，具体地址是家园路8号204没跑。哇，真的是人民的力量。成都人好吗？表哥成都人，有群的。要你问哥哥这人是谁？看一下啊，这怎么找？百度地图看一下。C D R T。C D 什么 ？R T。电视台。四川成都广播电视台。哎。是不是这个门？我看看。哎，是，成都电视台。那咱现在我们去电视台吧。这没有说四个人要四个人完成啊。对对啊。那就分开了。分队效率高，然后风险低嘛。对。你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寄托他们身上。对对对。那我们就靠边停呗。靠边停，我们先换一辆车，省一点时间。你们去广播电台啊。好的。